2024年的行情让很多人赚得盆满钵满。今年我家窗外的跨年烟火，毫不夸张地说，放了快半小时才结束，你就知道有钱人多多少了。但是，不管你去年发生了什么，身为一个投资者，我们都要继续向前看，你说是吧？本集将会为各位介绍美股三大重点产业：自动化趋势下人形机器人、AI 硬体及基础设施到 AI 软体应用、光通讯的矽光概念股。2025年如果延续大多头行情，肯定会出现非常多投资机会。你必须关注的是，有哪些重点产业是接下来的世界趋势，这样你在投资时才有正确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麦门，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不盯盘，不短冲，只赚大波段的频道。人形 AI 机器人，我们在先前的影片中就有提到，特斯拉不只是一家卖电动车的公司，人形 AI 机器人将是特斯拉更重要的布局。我们先从技术方面说起，最近几年，生成式 AI 和大型语言模型，就像是 ChatGPT 这类技术，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技术不但可以处理语言，还能模仿不同文化的肢体动作与行为模式。想象一下，未来的机器人不只会说话，还能根据场景与文化，用最适合的方式表达和行动。AI 正从数位世界进入物理世界，直接推动机器人硬体的进步。简单来说，人形机器人是 AI 和机器人技术的结合。AI 提供了机器人智慧，机器人则通过感知和操作，再把收集到的数据回馈给 AI， 形成自我学习的闭环。这样的进化会让机器人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实用。但是好用不等于会有需求。我们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看，目前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总规模高达30兆美元，占全球 GDP 的30%。其中，美国的劳动力市场预估约为10兆美元。你知道吗？到2030年，美国预计会安装4万台人形机器人。到了2050年，这个数字将飙升至6300万台，这相当于取代了约3兆美元的工资成本。然而，这个数据只是美国而已哦，其他国家的机器人再加上去，直接吓死你。那么，人形机器人具体会怎么影响世界？可以应用在哪些场景？我们来看看人形机器人的三大核心应用。首先是工业和物流，例如仓储搬运和生产线操作 ，AI 人形机器人可以取代大量重复性高的工作，生产速度提高，出错率降低。机器人还会自主学习改善错误。物流的运送中，人为摔坏，失误率也会大幅降低。未来，当我们签收包裹，收到像被车撞到的破包裹，自然会大幅减少。再来是危险和高强度工作，例如在建筑工地、矿场等高风险环境，机器人能大幅减少人力伤亡，施工品质也比较均衡，甚至比真人更优秀，不用担心偷懒摸鱼的正常人性弱点所造成的品质低下。只要把重心着重在厂商是否给予机器人两光或是恶意降低品质的指令。最后是服务业和家中事务，你可以想象一下，家里多了一个能做饭、打扫，甚至能照顾老人的居家机器人，甚至比真人更好用，出错率更低，还会自己进化，学习速度比人还快。你可以想象，当你外出消费，遇到菜鸟或是没有良好教育训练的服务员，很多时候会直接让你原本打算开心花钱的心情瞬间冷掉。如果是在家里，你不再需要烦恼今天要煮什么料理，下班后累得要死，也不用担心屋子里脏乱没力气打扫、煮饭、洗地、晒衣服，这些机器人通通都能全部包办，甚至料理堪比米其林大厨，还会自行运算学习，研发出新的料理。我们不用再花费精力去跟真人生气，抱怨计较谁家是做得多做得少。如果做得好，怕是全家的家务都得扛下来；做得不好呢，怕被全家人嫌弃。一切让你觉得烦躁的状况，有了 AI 机器人，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儿。而目前人形机器人产业的领头羊，当然就是我们不断提到的特斯拉。特斯拉的 Optimus 人形机器人不止在技术上，他们在商业应用上也处于领先地位。虽然现在每台机器人的制造成本大约15到6万美元，真的不便宜，但随着需求被看见，产能就能快速放大，未来售价是有望降到2到3万美元，价格降到一半。2万美元是啥概念？意思就是已经普及到一般家庭。这就像以前 IBM 做电脑的时候，一台要价50万美金，而现在呢，一台5000美金都不到，也就是大多家庭都有电脑，或是能在公用场所使用到电脑。2万美金的价格等于比买车更便宜。你买车只能贷款，以后银行也一定会有购买家用机器人的贷款方案。
家家都有 AI 机器人不再是梦里才有的东西，也不是买来尝鲜的玩具，它甚至会成为你的家人，你要保护的资产。回到投资人的视角来看，好比当初我们还在用 BB 扣用黑金刚，没多久后横空出世的智慧型手机，苹果股价几年翻了百倍。那你觉得家用 AI 机器人相关的股价百倍是梦吗？那除了特斯拉外，还有其他公司在做人形机器人吗？当然有，这种未来趋势的产业竞争对手当然是一大堆，大家都想抢这块饼。像波士顿动力这家公司正在努力提升人形机器人的稳定性和灵活性。Agility Robotics 开发的人形机器人目前是针对物流的应用。中国的 UBTech 和加拿大的 Sanctuary AI 也都在积极拓展自己的市场版图。像这类新兴技术，全球的专利都会竞争得非常激烈。目前来说，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专利数量以5175件排名第一，美国则是以1411件位居第二。而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硬体和 AI 的支持，所以几大科技巨头也都在背后扮演了关键角色。以辉达来说，他们提供强大的 GPU 和模拟平台，还有适合人形机器人的通用模型。 Google 的 DeepMind 团队正在开发能整合语言、视觉、动作的多模态 AI 模型。微软的云平台为 AI 训练和机器人运行提供基础设施。华为则提供 5G 通讯模组和高性能处理晶片，加速机器人的计算与连接。正因为人形机器人正在重塑全球劳动力市场，不管是工业、物流还是服务业，人形机器人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所以各大科技巨头都在抢占这片蓝海。而对于投资者来说，无论是开发者还是像 NVIDIA、Google 这样的供应商，都可能成为下一波投资重点。尤其像特斯拉这样的龙头企业，如果他们顺利发展下去，等到产品的量产化，他们的市值都会进一步提升。 AI 提升人类生产力这件事已经是现在进行式，大家都有目共睹。特别是生成式 AI 的整合创新，不只让各种产品变得更强大，还为追求效率与降低成本的企业带来了庞大的需求和机会。根据 IDC 的报告，到2028年，全球 AI 领域的支出总额预计将达到6320亿美元，而从2024年到2028年的年复合成长率将高达 29%。 AI 领域的支出中，硬体的地位已经逐渐被取代，现在的焦点是软体。未来超过一半的 AI 预算会流向软体，其中又有超过 60% 会投入到 AI 应用和平台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功能强大的 AI 工具和解决方案。 AI 软体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通用 AI 工具，这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工具，例如 ChatGPT 和 Perplexity。 这些工具提供了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能够解决很多基础问题。阶段二，客制化模型，这个阶段的亮点是客制化，像 Palantir 的 Foundry 和 Gotham 解决方案，这些工具能直接访问企业内部数据，帮助进行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援，从而帮助企业在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方面更进一步。阶段三，人工智慧代理，这是未来的重头戏。 AI 一真人工智慧代理能直接做出决策并执行行动，完全不需要人类的介入。与第二阶段不同的是， AI 不再只是协助，而是接管，这将彻底颠覆许多行业，大幅减少人力成本。预期到2025年， AI 一真人工智慧代理将成为 AI 市场的领航者。初期应用包括零售业的供应链与物流管理、金融业的财务审核、客户咨询与行销策略等，这些当然都只是冰山一角。未来 AI 一真人工智慧代理的应用范围会不断扩大，而 AI 一真的快速发展也让一批企业因此受益，包括客户关系管理的软体龙头 Salesforce、 企业工作流程自动化的龙头 ServiceNow、 人资和云财务管理领域的 Workday、 小型企业和个人财务管理的 Intuit。 这些公司不仅在过去几个季度获利率稳步提升外，他们还在近期推出了 AI 一真相关产品。不过谈到 AI 的进步，我们也不得不提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因为 AI 越来越普及后，骇客的攻击也会变得更频繁、更复杂，让企业对资安的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全球许多公司的 CIO， 也就是资讯长，都把网络安全列为未来投资的重点项目之一。根据 CrowdStrike 的预估， AI 原生的安全平台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1160亿美元增长到2029年的2500亿美元。而相关受益者包括 CrowdStrike、 Palo Alto、 Fortinet。 除了传统的预防攻击外，企业现在也更加注重资安防御韧性。例如
Robert 在数据保护和恢复领域表现出色，特别是在大规模网络攻击后的紧急应变上，就为中大型企业提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AI 应用能大幅提升人类生产力，而投资者也要有提升生产力的工具。超直觉波段软体顺潮流升级功能，让你不用绑在电脑桌，同一个装置，电脑、平板、手机各种装置都可以通用。不会看筹码，不会看背离，不会看承压，不会看强弱，还有软体辅助，筹码强弱透过彩色 K 线变色，一目了然。像1月6号日线大收敛突破的这段行情，按照我们的波段视角来看，固定 SOP 加固定动作喷了800点，继续无脑爆，而新功能可以划线存档，自己做记号，让看盘更直觉，一眼就能看出故事发生什么事。像个贴心的小机器人，所有愿望一次满足。想象一下，在海边吹风，边喝咖啡边看盘是什么概念？只要你是我的粉丝，都可以参加我的礼尚往来活动。一月底前在微股利订阅任何文章，都有机会抽中软体进阶版的使用权，还有专属的群组讨论等等。看完影片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连结哦。光通讯，只要是一定规模的资料中心，每天都会有上万个伺服器进行高速传输。这些伺服器之间的资料交换，都是靠光收发模组进行讯号转换。而随着生成式 AI 的崛起， GPU 效能的快速提升，还有大数据应用的普及，传统插拔式光收发模组已经越来越难应对这些需求。在这个时候，这两年很多人在说的 CBO， 也就是所谓的共同封装光学模组，就要来担纲主角了。根据 Yole Group 的研究，细光子市场在2023到2029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45%，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 8.5 亿美元。目前的主流产品仍是插拔式光收发模组，但其传输路径较长，可能导致速度缓慢和讯号损失。而共同封装光学模组 CPU 技术的出现，能透过光波导直接连接运算晶片，加速资料中心运算速度，突破现有的算力瓶颈。与传统的插拔式模组相比，共同封装光学模组 CPU 技术有几大优势。首先是更高的传输速度，共同封装光学模组 CPU 将光学元件直接封装在运算晶片上，大幅缩短讯号传输路径。第二是降低损耗与功耗，这对于高频运算和 AI 推论的环境特别重要。第三是提升频宽与效能，让资料中心能更快地处理大型语言模型的需求。这些特性让 CPU 成为下一代资料中心的重要基础设施，特别是在 AI 应用即将指数型成长的时代。目前在 CPU 市场中，博通的 Tomahawk 以太网络交换器已经开始取代辉达的 InfiniBand 成为主流。根据市场数据，博通与 Marvell 的股价在2023年12月分别上涨了 47% 和 17%， 意思就是市场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些技术的潜力。在这个同时，资料传输速度的需求还在持续增加，所以公司的成长空间还在扩大中。相比于辉达的 InfiniBand， 以太网络交换器不但价格更低，还在效能上领先约 10%。 博通的执行长就曾透露，目前全球前八大 AI 集群中有7个采用了博通的以太网络解决方案。此外，博通的合作伙伴 Arista Networks 也表示，在与辉达的 InfiniBand 竞争的4大 AI 集群中，博通的以太网络全数胜出。也就是说，以太网络 CPU 交换器预计会成为未来市场的主流。除了博通之外， Marvell 的 Teralynx 交换器技术能力其实不输给博通，尤其是在数据中心和 AI 集群中， Marvell 也展现强大的技术。那么 CPU 技术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市场变革？以下是值得关注的几点。首先是以太网络交换器的普及化，随着博通和 Marvell 等公司推动技术创新， CPU 交换器将逐渐取代传统技术，成为市场主流。再来是细光子的市场爆发，未来几年细光子技术将成为 AI 和大数据应用的核心。而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博通、Marvell 和 Arista Networks 等公司都可能迎来营收的持续增长。所以，随着生成式 AI 和大数据应用的快速发展，共同封装光学模组正在重塑整个资料中心的基础架构。光通讯绝对是一个值得深度研究和长期关注的领域。川普当选后，开始推动去监管化和减税政策，大方向来说是有利于美国企业发展的。虽然联准会的降息幅度可能会比原本预期低还要少低，但总归来说还是有刺激作用。所以整体来说，许多分析师都预期2025年美国经济会持续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你对于某个经济议题、投资商品或产业有兴趣，
都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将会为大家整理出重要资讯，连带融入基本面、筹码面跟技术分析，一起来挖掘具有长期波段潜力的投资标的哦。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辛苦可以一阵子，而不该是一辈子。布丁盘不短冲，只做趋势盘，这是我的理念。我是麦门，我们下次见。